人口普查的意义和作用。全国人口普查将全面查清我国人口数量、结构、分布、城乡住房等方面情况，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，科学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，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。人口普查是摸清我国人口家底的重要手段，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。开展全国人口普查是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迫切需要。人口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，尾数逢零的年份为普查年度。普查工作包括对人口普查资料的收集、数据汇总、资料评价、分析研究、编辑出版等全部过程。